横滨真的是一个充满文艺气息的都市，这次来推荐给大家。在新港公园，我们遇到樱花盛开的季节，盛开的樱花真的是超美丽、超梦幻的。红砖仓库真的是一个值得游览的地方，外部漂亮的场景搭配内部舒适的环境，里面充满许多文创的设计品，非常值得大家慢慢的在里面吹着冷气悠闲的闲逛，带着小朋友也不会觉得非常困扰哦。红砖仓库跟未来港夜晚的夜景真的是非常漂亮，非常推荐情侣及家人晚上来走走哦。喜欢我的介绍，帮我按赞吧。